首先我恭喜你们，获得了亚军。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感受，你们是感到这个高兴呢，还是悲伤？哦，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点失望吧，因为整个比赛的节奏其实没有很好的把控在我们自己这里，其实还是觉得还可以再做得更好。请您那个谈的具体一点嘛，就是您的这个对手啊是在哪方面更强一些？今天主要是在场上的时候，一直跟着对手的节奏，然后没有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，一直在，感觉，没有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比赛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很有经验了，特别是您，您在未来的这个赛季是如何来取得这个更好的成绩呢？我觉得不想后面的比赛吧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刚结束完，我们首先要先总结一下今天的比赛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后面的比赛，因为我们是新配对，所以我们会在配合上面啊，包括各方面上面再多磨练。